请稍后。你好，你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现在抽成是抽20%多少啊？根据不同城市订单距离长短、时间长短、订车等因素，每笔订单会抽取不同比例的平台服务费，具体无法查询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想抽多少就抽多少，是吧？具体抽成比例无法查询的，非常抱歉，先生。我。你们是不是吸血鬼啊？乘客给100块钱，到我手上65块，35%你们都敢去？你们就不怕生儿子没？他妈的，我还要烧油，我还要烧油，我车辆还有损耗，都没有你们这些人赚的多。那不同城市订单距离长短、拼车等因素，每笔订单会抽取不同比例的平台服务费。那你告诉我。乘客给100块，然后到我手上65块，你抽了35%走了，你觉得这样的抽成合理吗？合不合理？具体的抽成比例无法查询。你什么问题才能回答我？问你们什么你们都就知道推，谁能回答我就叫谁接电话。你妈个，35%你们都敢抽的？这个确实无法查询，非常抱歉。那谁能查询？你让你们值班领导接电话，转到你们值班领导那里去。领导的权限也是一样的，领导也查询不了。我查你妈！我现在让你查了吗？我问你合不合理？抽35%走。非常抱歉，这个合不合理不是由客服说了算的，非常。那谁说了算？那你抽那么多钱走干嘛？元宝蜡烛吗？不够的话，我账户里面还有啊，把它扣去啊，当白金了给你们。那非常抱歉。我报告，他35%都敢抽的，他你们不是吸血鬼是什么？那非常抱歉。你让专人给我回个电话，让你们上一回头条，35%都敢抽。那您的这个问题会帮您反馈72小时，会给您本机号吗？给一个抽成的方案给我，该抽的多少就多少，你想抽多少就抽多少，他妈当我们司机不是人啊，当我们水一样暗啊。那非常抱歉。我报。您的问题会帮您反馈72小时，会给您本机号吗？72小时不回复我就让你们上。